所以说，时间真的不会让一个人忘记掉曾经的那些伤痛。很多时候清醒会比忘记要痛苦得多。当那种熟悉的感觉再次向你袭来的时候，哪怕之前所有的记忆都被埋葬了。陆生，你叫什么？那种感觉都会掘地三尺，将伤痕累累的回忆挖出来，摆在你的面前。给我30秒的时间，然后找到我。爱一个人真的需要那么多理由吗？可能是当我醒来的时候，第一眼看到的是你，又或许是你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爱上你了。